啊，这是电鱼，欢迎回来，我们继续《逃生二》这款游戏的视频攻略。从上一集的结束点开始。在这里呢，首先谢谢大家关注我的视频，那么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的话，也不要忘记点赞，我会随时上传更新最新的游戏视频的。哈，这个鬼地方，这款游戏也是非常的恐怖。哇！天亮！哇，有个人吊着。走不动了。没了。哪儿去了？有人在说话。That has to be the chapel. We will root out the outside of all who's brought this darkness to our good sir. A tribulation of honor. 他们认为主角是外来人，会将黑暗带给这个村子。哇，邪教！真是邪教！怎么走？又是哪儿？看，这是唯一的路。哇！这个鬼地方，赶紧跑吧！我恨门，我恨楼梯。哦，这个人。怎么走？还有楼梯，继续往上上。锁住了。啊，这儿还藏了一扇门。他们在找我。That might be an elevator. It's up there, isn't it? Power's cut off. They've got to have a generator. 哦，这个。没有电了，需要找发电机。嚯，
感觉这是一个小村子，要找。往前走吧。这有一个洞。我靠，有个人。可以躲到这个草丛里。这个家伙拿手电来找我。我走远了。发电机。一般呢，这个游戏你朝着光的地方走，基本上就是线索。哇，找到了。发电机。If I can find my way back to the elevator. 哇。吓我一跳。哇。真的刚才。让我心脏跳了一下。看看这个是什么人。看到我，他也不说，他也不出声。Rejoice, revel in the ecstasy of the Lord. The sins of Zion are bound up, and all debts to God come due. There's wailing, there's pain. 现在要原路返回。But it is joyous all, for we are in the sorrows of a travailing woman. From this Abba is a place of breaking forth again. The children of hell.哇，跑了！那就他们是在猎捕我。我靠！有人过来了，藏在这儿。哇，是那个女的。嗯？我靠！怎么回事？他从后边出来了！我靠！哇，
这里重新来过。From this Abra is a place of breaking forth of gifts, the children of hell, but also... This way is forgiven. You're there. 哦，这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进来，可以躲到这儿吗？哇！希望他不会进来。不知道躲过去没？躲过去了吗？我靠！又来了。哇！看来他不会离开这里。冲出去。都在这儿。赶紧跑。坏了坏了。哎，这个是电梯吧。哇！哇，这什么东西？哇，现在真是真的好恐怖啊。哇，到教室了，又到教室了。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这是我来的地方。哇，这是我的手，好恐怖！可以躲在这个柜子里，不会有人吧？不会有人出现吧？不要吓我啊！不要吓我！
这是什么？真的好黑。这有亮，哇！有人过去了。Oh God, Jess！ 我靠，这是什么？赶紧跑！往哪儿跑啊？哇，这个地方，嗯，啊，这个人在砍我。哇，这个人追过来了。来一遍，从这里走。哇，有电，那是他们在找我。哇，后边的他在后边跟着我吗？啊，这个家伙一直在跟着我。哇，又砍了我一下，看来不能停，在这里不能停。这个家伙一直在跟着我。OK，OK， 好，听见有人敲门啊！我靠，赶紧躲到床下！坏了，躲晚了，躲晚了！赶紧跑！赶紧跑！嗯，怎么回事？你要跟过来了吗？没有路了，哇，跟过来了。啊，赶紧还是躲到这个床底下。他还在吗？哇，现在没有绷带治疗了。啊，这家伙走过去了。应该还是往那边走吧。这有路吗？没有路啊！家伙不会回来吧？
推，赶紧赶紧推！坏了！这里要赶紧躲到底下，床底下。哇，他又来了，赶紧走了。不介意让我拍摄你一下吧？推这么多柜子，fuck is this? Ah, shit.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才能逃离这里。哼，看这是什么？哦，到了一个新的地点。